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啦，就剩下最后六层了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这里又是二段跳都不会，你还是认输吧？谁说我二段跳不会的？先把东西放起来，我跳，我跳。这不会又是火焰山吧？这可是火焰山的升级版，看来招走哪吒的人非同小可。表妹，你就只会说风凉话，这混乱之时难道是地心魔龙？那可就糟糕了，这些台阶指引向勇士，过去瞧瞧，这些岩浆柱会不会是一个一个尝试呢？有了，我可以利用透视一个一个看，这四周没有卡视角的地方，这次只能够一个一个尝试了，先从可以摸到的地方好好学习，我进。嘿，天天向下的意思就是往下走，没想到我小一涵运气如此好，这里还有一些被老鼠啃过的蛋糕，被老鼠吃过的东西可不能乱吃，还是先走吧。好冷啊，怎么突然这么冷了？这又是极寒之地啊，锁妖塔每一层都让人欲火焚身，到了第七层由热转冷，提示往上跳，里面是安全的，只有一棵松树。想从此路过，把命留下。你做梦！我看看，这棵树连接着上一层，可要怎么上去嘞？另外一块提示牌，方块非常需要，难道能像猴子一样往上爬？不行啊，我又没有这猴子的能力。四个侧面都尝试过，那到底要怎样才能够上去嘞？借助方块，这布满冰层的雪块。嘿，我好像真的能够爬树了，踩在上面，我的靴子好像有吸附的能力，一蹦一跳就进入第八层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，这座神奇的锁妖塔，这是冰封之地，最后是三段跳，那上面一定是关键信息，从这里跳没障碍，一口气搞定。不是提示，被坑了，又浪费了不少时间，赶紧走。等等，万一答案在门口呢？我试一试，好像够不着，还是进去吧。正中间摆着个雪酷跑，像是爬梯，一步上去，有了出口，真的在冰封之地吗？我信你一次，二段跳可比三段跳简单的多，看着时间，我踩，我蹬，这就是第九层了，还剩下最后的三层，卖场、锁妖塔还有小麦吃呢，赶紧找钥匙要紧。嘿，我发现中间的小麦有一点不一样哎，三块土豆，可是土豆没找到箱子啊，又怎么点到了呀？点岩浆也能有钥匙，那我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。第十层了，第十层了，哪吒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。厨房，这底下的受尽折磨，你们这几层的妖怪可真享福啊，这么多箱子，我是一个一个翻吧。肘子，肘子，肘子，奇怪了，每个箱子都出现了肘子，还记得当初我救哪吒的时候吗？这表妹把骨头当成和商人交换钥匙的筹码，一定是这样了。这一次我找到了17个肘子，我先试一试。没有商人，那工具台呢？骨头可以换白色颜料，不可能呢。机械，机械，这里10个骨头能够换钥匙，可算没被欺骗了。很快我就集齐了10个肘子，拿了钥匙进入了11层，看来上面就是抓走哪吒的怪物了，还给我准备了武器，本来是想空手大战地心魔龙的，有武器不用白不用。露个头，没事，地心魔龙找到了。怎么是外星人啊？没想到是你呀、啊！还好我带了武器，跟你大战300回合，怎么可能不用一回合就被我 KO 了，成功拿到了救哪吒的钥匙。好嘞，这一下我又能够和哪吒玩了。